藜麦中蛋白质含量丰富，其他矿物质、维生素等营养元素也十分全面，吃下去饱腹感很强，因此也非常受减肥的朋友们喜爱。吃藜麦能为机体提供足够的优质蛋白，还能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，从而增加饱腹感。吃藜麦减肥，不但能有效地降低体重，还能保持满满的体能。我今天用了蒸米脱糖淀饭包来做，这种米饭的烹饪方式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柴火饭，用米水分离的方式把米饭蒸熟，分离出米饭里的糖分和淀粉，这样更适合减肥的朋友们吃，也更适合糖尿病人吃，平时只能吃半碗饭的病人，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米饭可以吃上一碗，也不用担心发胖。将大米、三色藜麦加入容器中，大米的用量多一些，三色藜麦的分量少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更好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米淘洗一下，然后加入干净的清水，浸泡一小时，浸泡好的米和水一同倒入脱糖淀饭包中。这种淀饭包中间有一层蒸网，底部有沥水格，浸泡米的水用量可能不够用来蒸米饭，我的就不够用，所以要再额外加进来适量的水，水量最高不要超过米平面一厘米的高度，选择蒸饭按钮，等电饭包自动开始煮饭就可以了。煮好的藜麦饭粒粒分明，颗颗 Q 弹，不会湿哒哒的，吃起来弹性足，香而不甜，非常好吃。